来吧，螳螂。我还为剑圣打野呢，电型厄加特。这不是要被包了吗？我还没带上。哎，这下路害人，这是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单开的打野，最好别打一级团。不是凉了吗？哈哈，你都还没进棺材呢，我怎么会凉了呢？有这么多人喜欢看我直播，想凉怕是很难哦。你得问他们答不答应了。看到没？这么多我的兄弟说不答应，他们就是我的后盾。三级啊！你这不杀他？凭啥呀？你点蓝快好了，捅两下一个点蓝他死了。他刚才过来跟我站一起，帮我分担一点 Q 的伤害就好了。我再吃一个上河蟹。按道理来讲，小丑有 Q 有 E 有 W 在，应该是有限权的啊。有加速啊！牛批！点蓝挂上他死了，来，这螃蟹没什么蓝的，顶一下可以上来，给飞镖。我老小丑了，我知道伤害的，别怕，我都不怕，他只要跟上我就好了。没逞还想跟我抢气，这个就是电型点蓝螳螂的强势啊！
界面你半血就已经没了，再打个 AQA 你直接躺地上了。只恋你化身的电，这回家不起飞了啊！五分钟六级，好怀念的感觉。借这个福爷打爆一切送的飞机啊！这 ID 也是老观众了啊。感谢这位歌迷的飞机啊，老歌迷了。把罗娜一下，留一下，让我过来了，听吧，来。你来真的呀，控他啥啊，沙米拉被动不打，这沙米拉刚才少了一个被动，来打来，我回血，你他妈的这么多血你怕啥呢，我都不怕，还有闪现在，他把这泰坦害死自己也死了。刚才其实这泰坦 A 一下被动，这个沙米拉打开被动，我一套给他秒。这沙米拉不太会玩，他有点不懂，他也不是不懂，他应该知道的，玩了一把就知道了。刚才这配合打好，其实一个人都不用死的。我没血怎么敢输出啊，得有人打控才可以啊。这泰坦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不能上，我站他旁边只要吃个剑圣的 Q 我就已经没了。沙米拉太怂了，他你抓下瞎子来，见谁秒谁，太好杀了，这螃蟹要过来丢钻头了，算了，先拿先锋再走，成绩好了。这古里维呢伤害就这样，我带电线点燃爆发更高啊！你们还记得开锅第一把那个谁？我一个 Q 蓝城点燃触发电线他就没了，想接回头血。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怎么可能杀我的？是你飘了还是我握不动刀了啊？买个水银鞋，以为我是 AP 弹了吗？你 AD 你买铁板鞋子不都得死？螳螂随便打剑圣的，剑圣只有前六级能跟螳螂打一打。下路那波被他杀了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撞他了，被他偷袭了。是时候让他清醒一下了。
积极的螃蟹，感觉我能直接秒了，最多两个 Q， 差不多到了，我听到脚步声了，倒计时五个数，他过来，小兵还没到，那他死了。呀，怎么不对？对吗？是要来了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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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点没孤立无援了，再来个一血塔，无敌！我要打十个是吧？我说了，我这个预言怎么可能会有错误的？可能有误差啊，但是一定不会有错的。哎呦，加鲁死了，这龙估计要没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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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双铁板鞋，对面菜刀队，再来个重伤有奶妈子呀！哎，无敌无敌，没事，再把队友劣势一点挺好的，节目效果就来了。竟然没人打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火男的皮肤总感觉有点憨憨的，什么意思？黑暗收割刷死了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等一下 ADC。直接越了吧，越了吧，他没 Q 了。怎么没有 AQ 呢？这能给他技能开出来？不应该啊，直接控到死了，这不？你怎么敢呢？不过卡拉确实有点客探了，他那个 W 可以反隐，有 R 的话他一样能打你。这右上角啊，13分45秒左右，这个哈子要死。打完这个红就可以送他上路了，来了，你别把他吓到，这个火男刚刚好，这小子喜欢刷 F6 啊，玩的厉害的小子都很喜欢刷 F6 的，老瞎了。哟呵，深海冲击，他要跑了 ，A 跳弹，哎，他好像没看到我，我赌他没看到我，我可以杀两个，先杀过来支援他的。围点打援，减速 A， 孤立无援，跑不了了呀！我395移速，
W 减速，蓝蠢 Q 点蓝回血 Q A W Q 回血，等他落地在 W 啊，也把他 W 死回一口血。这剑圣老喜欢跟我打架啊，没奥你也打不过我。你的笑容已泛黄，来个魔宗，再来个炼具好了。落地的一瞬间在哪？在你身后的位置，所以你刚才看我为什么对着身后 W 呢？无敌了，无敌了。进盒子，进盒子，对面要投了，给我来个火龙魂好吗？这把杀太狠了。而且他们有个剑圣在，可能在等奇迹啊。这把来一个玲珑塔，来个 MVP 抽一百吧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，一个就能参与了。现在送 MVP 抽一百啊。一鱼翅抽一百啊，完了，他们被恐惧了，膨胀了，你们的救世主来了。五段隐身，六段隐身，七段隐身，来一个吧。还有一个呢，在泡泡澡是吧？一个兵营懒得拆他们，拆一个兵营给对面送钱。不要买暗爪，暗爪上限太低了，真的。我之前试了一下，太容易死了。我买暗爪死亡率明显变高了。这木轮用的好，你贪婪不缺伤害的。钓个鱼。我才是鱼，也是他们打不过，杀了我先心满意足了吧？再来个巨牙，你是猎人也可以是猎物啊！吃了2600的伤害，这波光吸血吸了800啊！还行，这波一换三不亏的，这整个大龙啊，他真的真的想知道。
哎呦，你打不过呀！魔切对于他来讲性价比太高了，他 W 可以 poke， 而且还给你加这种额外攻击力加的比较多，他这个 Q 加成蛮高的，还有附带的伤害，太好用了，基本上不是劣势的必买啊。除非劣势买水滴就会拖节奏。偷啊，我帮你减速。你为什么不敢上呢？我挂在大众上。这个人不会玩小丑，他表也不开，二也没开好，他被拉到真身了，我都以为他进去把他偷死了。现在 EMVP 抽100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。他们拿大龙，那亏了呀，我们龙魂的打完大龙我出来了，要不要提醒一下你们？算了，不好啊，得尊重一下对手。那感觉我们这波赚了，真的。还对这队友还是有明白的人啊，开始发信号了。你这个龙魂一拿，这不就是 say goodbye 了？我一个 W 直接半血，快快快快打打打打打！法米拉去了，也没 TP， 打不了就等我。这龙魂可不得了呀！这龙魂的话可以给你等于多了半个大剑了，这样，而且还是火龙魂，非常契合我们 poke 加伤害再加攻击力。哎，你自己过去我不过去，对，反向分身炸了，再 W 减速，再开二加速，再往前追 ，W 减速。等一下，这个火男中路没兵线，拆上，先给他们外塔拔了。这个点二好的很快的，中一波不太现实呀，直接来上就好了。最后三分钟啊，对 MVP 抽100啊。送一个就可以参与了，直接一个 W 半血大中山，你看你奶的快还是我消耗的快啊，直接 poke 这个奶妈，从源头上杜绝他们的奶啊，站在野区里面我还能回蓝再 poke 吗？你看我就只用 W， 他们都打不过，真的，我就不用别的技能，真的，看好，看我这波团啊，只用 W， 刚好 W 好，这个火龙魂的 buff 也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个 W 一个龙魂，附带200多伤害，我只用 W 这波啊。只用 W 啊，只用 W， 看到没有？我都没打到你 E 都没打到了。我给你们讲，我这一波高地 W 最少打了10000伤害，真的不夸张。这 W 517，再配一下这个龙魂啊，157，刚好1000啊。你就一波给他推掉啊！QCD 但是没用出来呀，就等于不算，知道吧？先梦回送的飞机啊，最后两分钟 MVP 抽100啊，送一个就能参与了啊，可以送一个碰碰手气啊，一次路魂了解一下，看到没有，我低伤害遥遥领先。
一个螳螂等于六个瞎子，这瞎子六千，我们三万七。